妈妈，开饭了！今天还吃团子啊？昨天三文鱼团子，你昨天不说想吃各种肉的团子吗？今天这就是牛肉的啊。下把咱就整羊肉的，再下把咱就整鸡肉的，然后适当的咱也掺点菜的，行吗？那菜团子老好吃了。我发现你最近对这口还挺那啥的，挺爱吃的，是吧？慢点吃，不噎吗？今天太忙了，想给你做碗汤来着。盘了吧，来，一点都不许浪费，来，好狗。来，大宝，地下没有，好狗。